电话都打呀。现在男性应该是的。亲爱主，我很感谢你，在寒冷天气的中间，还给我们上帝的恩典，你的天里面，我的心和我的肉体都你的受苦。你只是我们三个一齐搞一礼拜的，一家来礼拜，我祝愿可以跟我们三个弟弟，我们用虔诚、用虔心来领受你的天，领受你的真理。昨天我来看见你帮助你的老婆。同你我伫遮所欲讲的，来正常的你未会知，透过甲听的人，拢得着利益，也得着上帝的喜悦、祝福。我来记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贵在这里，那你准备打个电话？家，咱在第三、第八，我去天地听会，你家跟咱在那做礼拜时阵，都个传承咱所敬爱的黄金树，以及对着观众来讲的，我希望这是无话法。你的无话法中间，我也请讲咱家己本身来做医生来敬拜，因为个人的生活中间当是。在你的家庭的中间，那个是话嘛？特别邀请咱各位的姊妹来诊断咱的教会，咱的教会到底有什么话嘛？啊，咱大家也开始来往顶上，将咱个人、将咱家庭以及将咱的教会的迄个话嘛，伊啊改，无好势。那今仔起，我直接要甲咱大家三个来分享，咱三个来试。就是，咱爱建立一个有听心的信心的教会。通常，真侪教会、真侪牧师，也是真侪的，即个基督徒，伊拢强调信心。强调迄个信心真好，总是迄个信心，若无听心的信心，迄种的信心是非常的冷酷，迄种的信心是会杀人，迄种的信心会造成教会一个败坏。因为信心若无听信的时阵呢，咱用古一个人来讲，伫中国世纪时阵，迄个时阵的教会敢是真有信心？迄个信心，甲差不多讲，伫教会的内面底下建立迄个宗教的裁判所。啊，迄个宗教裁判所呢，因是用信心来建立。总是若去找到迄个甲我的思想理念、甲我的信仰理念无相像的人，总是应该是基督徒。你讲安尼，这个人该死，所以迄宗教才关注随时要看死的。这种的信心敢是太难，所以今仔日咱来建立一个有听心的信心的教会，教会在当真最困难，教会在当真最烧的。啊，各位亲爱的姊妹，咱这是一间真水真重要的公园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也阿个起做以前，咱伫迄个旧的一礼拜堂一礼拜，总是当已经旧的礼拜堂有够夜通用了，咱礼拜会食的上帝百姓时阵，咱如果讲要重新来起做新的礼拜堂，所以咱就从迄间礼拜堂来拆掉，用个足大台足大路途机，安尼做最后一摆礼拜了后啊，也用路途机就甲砍掉。迄个时阵，这个礼拜堂就无去啊。那呢，礼拜堂无去了后，迄个教会有无去无？有无？无。那个教会刷去伫底？刷去伫迄个市公所啊，彰化市政府所咧管理的迄个中正堂底下礼拜。所以咱个教会就刷去底下，咱个教会就无，并无无去。啊，若是安尼，这个礼拜堂敢是教会？那假使讲这个礼拜堂是教会？啊！咱去经过礼拜堂徛了，咱的教会无去啊，对不对？所以咱教会并无无去，咱的教会刷去伫永靖堂迄个所在哩做礼拜。啊，所以这是一间建筑物啦。这个建筑物是真侪咱礼拜啊、教育服务、教义等等的遮的路用，安尼之一。
所以哪里讲起来，这间建筑或这间礼拜堂也存在。咱每一个人会组成这些教会，啊，咱每一个人去这个所在，咱就是成做一间礼拜堂的灵魂啦。啊，成做一间礼拜堂的灵魂呢，这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这个灵魂呐、啊，健康，这个灵魂呐、啊，永存。啊，咱的教会才健康，才教会永存。啊，一间礼拜堂。才能发挥迄个真正互上帝的这个阳光的迄个功能。新人对上帝相当有信心，主耶稣。新人对人相当有疼心，嘛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以种对上帝的信心甲对人的疼心咧，伫耶稣存在，伫耶稣所点的所在。圣经里记载，咱来看马可福音一章甲二章，讲耶稣伫迄个所在，啊就通城的人拢聚集。耶稣若伫迄个所在，啊就侪侪人拢聚集连外口的迄个空地，啊，不拢客啊满满满。所以有听心的迄个信心，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要紧的。所以咱需要建立一间，因为咱有一间这么水的礼拜堂，咱需要在礼拜时，咱需要建立一间有贴心的信心。啊，我来讲一个历史的故事，伊就讲历史的咧，有一个帝国叫做霍金吼，霍金迄个表弟，啊，其他啊有一个学者叫做老夫，这个老夫伊写一本册叫做《唐诗》，唐诗哦，唐诗我们西哦，唐诗啊，大哦，唐诗。在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当时的这个东啊东帝国东明皇帝梁帝啊，伊的国号叫做唐玄宗啊，唐玄宗。啊，李梁帝咧，唐明皇，咱上个说的诶，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伊甲什么人啊？安尼有一个真水很浪漫、足浪漫的一个故事，什么人？哎，杨贵妃，杨贵妃啦，对不？啊，这个我讲，今嘛无要讲这个，甲伊甲杨贵妃，杨贵妃故事，现在讲起到来，恁咱会听甲，会听甲讲，讲哦啊，就是拢讲故事啊，足趣味的。我今嘛无要讲杨贵妃故事。唐明皇、唐明皇，伊是一个，咱认为讲是一个真风流的一个皇帝。总是史上唐明皇当伊大家做皇帝的初期，伊是一个非常非常英明。一个皇帝，伊咧运用当时两个真出名的后人，一个叫做姚崇，一个叫做宋敬，来做宰相，啊，就辅助伊，治理国政。啊，所以将这个国家咧啊，治理甲安尼，与那个生平安人百姓安固落去。啊，伊先做当安尼，不是干呐用姚敬啊，干呐，不是咪讲啊姚崇啊宋敬做宰相嘛样，伊真注重。言官，言官，言官就是专门出嘴，你给皇帝建议的人。啊，两个人，一个叫做张九龄、张九龄，一个叫做韩修、韩修。这两个人，真爱看历史的人，咱会去知这两个人，张九龄跟韩修。啊，这个张九龄跟韩修，伊常常跟随着皇帝的命啊，你观察皇帝一定能够起来。啊，所以。皇帝，伊个李隆基，伊那日日啊做唔到，啊日日要奉祀的时阵咧，迄、那个张九龄个韩休，即时啊上司切干，交代讲你安尼安尼，连连安尼连连安尼，所以让李隆基随时安尼，伊家一旦安尼将迄个奉祀的心啊收安尼收煞起来，啊只有安尼选择向善，啊你来行好，啊来好啊处理国政。有一摆，皇帝要上朝，阿爹咧西东打牌，阿西东打牌都唔爱用个铜镜当台，较早全部即个玻璃镜，安尼当单镜，假金安尼，假咧照镜，安尼望咧望望望咧，皇帝唉，皇帝咧后悔，迄个时阵，伊皇帝的四周围拢有啥物人，有迄个太监，哎，叫做伫内底下迄个内宫内面叫做内内个内监。听你皇帝你讨贵的时候，你讲，哎，皇兄，啊，你是哪里讨贵啊？皇帝给你一句话，
我最近哦，那底下散下，啊，最近那底下散下，哦，咱知影，未到这皇帝四颗莲灯的四周的这太阳，大部分拢是啥？咱个看历史上，这拢是普贤啦，拢把咱功夫听为哪样啦？听见皇帝你讲，啊，我就讲最近那就散下，叫也就发病。讲皇上，嘛拢迄个张九龄甲韩秀这两个老伙仔吼，处处干涉你的自由啦，何你袂当快快乐乐来享受啦？叫他们滚蛋算了吧！我甲我报出去啦。结果李永琪安那伊，伊讲哎，不要紧，我做皇帝的人，我来算，哎，我来背死。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发现，我做皇帝人来生，不管必死，一定会不一样。我向你请问，在中国历史上，竟然这种这么英明的皇帝，讲我做皇帝人，我来生，我必死，你就好奇，你就研究会不一样。好，咱今仔日民主政治的社会，有这种的总统阿无？在咱台湾有这种的总统阿无？那你说的哦，就我说的哦。啊，事实上是这样啊。六年来，讲要拼经济，伊拼最好的经济也无，拢无。但伊伫今年诶，迄个新历的元旦，伊去再一摆发出一个口号，中央要专业来拼经济时阵，是就有人甲回应讲，啊嘛，拢拼伊遐中央官员伫内底啊，拼经济拼到叭叭叭。各位姊妹，一个做头的人，若无疼惜的时阵，这是百姓的敌人。咱主要说叫做信心的，伊对上帝上够有信心，对人上够有疼惜。所以当主要说这个，咱今天说他的圣经，看见学生出外去传道，也说在咱去传道倒转来，啊，因为往来人真多，啊，规面规只拢伫外口咧泡滚啊，倒转来讲连休困甲食饭的时间都无。时阵嘞，主要说唔敢，大声讲来，咱来天空也安静的所在休困对吧？咱伫个所在咱当食饭，咱伫个所在咱当休困，这是主要说这种对学生的这种的体贴嘛。总是当学生出校所上安尼上船，啊，经过家己厉害，去到家己海对面岸的旷野时阵，看来到底不能忘记啊。当时的百姓听见讲，因欲去到旷野所在，百姓讲大家用步行，啊下面讲三脚走呢，不是用行那点呢，大家用步行三脚走。现在中文的圣经把我们讲叫做争先恐后。你特别听人说争先恐后，讲很精微，今仔日会又要礼拜五的争先恐后啊，有无？有无？行。会有你礼拜的时阵，会讲大家讲要赶紧的，要来礼拜啊！大家用步行三脚走无啊，落松落松啦。所以这嘛是一个，咱爱好咧，好咧，来思想来好啊来考虑的一个看法呢。当大家用步行三脚走去到伊对面岸的时阵呢，结果耶稣看来到底讲，哇，耶稣无想。圣经跟咱记载，耶稣讲，看见规大群的人，下面一句话讲，就怜悯因啦。汉文圣经跟咱记载过，就动摇千古之心。伊这个在一般看见主耶稣基督对人的体贴跟同情。啊，后来嘞，后来当耶稣跟咱接到遐的温酒了后，到着黄昏的暗的时阵，还是跟耶稣讲，老师，啊，这是空呀。就要落来，咱的四川正忙，有这人伫四周的牛舍来家己买物件来吃。这个耶稣甲学生讲，啊，你无吃。而且佫再一摆，通过耶稣所甲学生的回应来讲，四川人去四周的牛舍家己买食，就讲恁无吃。而且佫再一摆，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同情个疼惜。所以呢，莫怪主耶稣基督伫伊所在的所在咧，伊讲。汉文圣经甲咱记载，咱来谈到迄个马可福音来讲，合成的人多聚集，通城人拢聚集。
啊，所以今天咱伫这段圣经中间，我直接讲，咱来建立一个有贴心的信心的教会，用安尼，咱来给咱三个学习，咱来给咱三个变的。我看你这边提出几点，第一点，耶稣头啊讲的这句话，也是讲，恁自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也罢。讲这句话前提就是。学生无用归一，等来了后无时间，他就无时间通行过。耶稣讲：“来，咱来去空间所在，去无行过。”耶稣的学生讲出话，你提醒学生讲：“咱爱向好好啊来照顾家己，啊好好的向来疼惜家己。”所以耶稣学生讲：“咱来去空间所在，休困了嘛，无啊时阵要学生知，耶稣的学生体贴、同情、怜悯是非常的贴心。”啊，所以耶稣讲：“咱来休困。”华师了解讲，恁无用，恁工作了后，爱休困，爱食饭，通恢复体力，爱喝，会用知啦，喝啊，照顾家己。我讲你怎会认真在咧拍拼，足好个啦！你今仔日时代，生存去足竞争个，工作个足竞争个，所以咱爱认真按道理爱拍拼，总是认真在咧拍拼，足好个迄时阵，那么爱。人家讲来家己下去做，如果起来放在咱的社会，有话咧，一人伫这种身份竞争、遐尼竞争、遐尼那紧张的时阵咧，有一挂人是来做到无眠无日，因只有工作啊，只就休困，只有工作啊，无你休困，有这种的状态，就是到尾来个参照，圣经来记载的马太这样讲，操心忙乱。啊，一个人若操心忙乱的，哈，咱就台湾来讲叫跨入混杂。伫咱的生活中间，你若是刚刚只有咧跨入混杂，啊，到尾安怎？到尾啊，拢讲怨天，啊，个鬼有人，有嘛？啊，个安尼，就来个提醒别从干打安尼，虽然爱养条修慧，咱来讲模式。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当初一些的百姓出埃及来到了旷野的时阵呢，有一半夜有人夜天罗，讲阿伯来看我的囝，囝是我的五囝婿。啊，夜天罗就来找摩西，当伊来找摩西时，伊看见一个囝一条，伊讲阿伯这个五囝婿，那真正五囝婿，就是五囝婿。虽然摩西是一个真有地位的人，伊用那个就看起来真正是五囝婿，因为安怎？因为透早起来。因为当时一切百姓是一盘散沙，拢无做尽。他说真济代志，真济困难，一切百姓拢要来找摩西来解决。所以摩西透早起来坐伫遐，啊，一切百姓排队哦，排真长。那阵讲，即摆你元宵节要去遐迄个，明年迄个元宵的迄个讲月花灯，安尼排队安尼几啊千人伫遐排，几啊百人伫遐排，就啥物呢？排几阵呢？啊，大圣来徛，大圣来徛头前，啊，老伯来徛后边。啊，一个一个来，我想你有什么困难，阿摩西来解决；你有什么代志，摩西来解决。啊，叫你叫阿弟来。啊，别个为了现在到其他路上摆也不了，别个也去了，阿摩西起来。伊讲你安尼做不对，伊讲你安尼做，你安尼做到尾啊吼，一条就解。摩西讲一句话，讲安尼做，你会伤心啦。他们心中这样你会累坏了。他们是啊，台湾话就讲，安尼你安尼做，你会伤心。因为你做几年回去，你无休困啊，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安尼你会伤心啦。过年的机会，伤心要有，伤心哪里好无？伤心好无？他们是怎么累坏了？累坏了吼，还会袂当真贴切来说明迄、那个，来讲起迄个，也特别跟我说讲的迄意思哦。等你若伤心的时阵吼，上干那合作的参谋跟拢人个哦。安尼你做几年回去做无到尾休困了。得到什么种的迄个效果？也得到什么种目标？所以人若做甲伤心吼，安尼个鬼拢无去啊！所以主要说起来，学生讲爱研究个家己，所以来咱来去空间所在休困一下。有真侪人伫这个世间，因真无用，无用去创啥去找生活、找生活，总是因不了一项，因不了什么我有我要安怎怎样来生活？找生活跟怎样生活不相像。
找生活，你若干你找生活找生活，安尼你也不会用气气，啊，你的身心也会劣化。啊，你来讲怎样的生活，安排那个生活，调节了好水性哦，你也会感觉美满、真幸福、真快乐。所以真侪人的性命干哪，只有工作，搁在工作啊，搁在工作，到尾啊，真的会劣化的身心。啊，苏田，我这个问题来请教你好吗？对吧？您注意听哈，你这个世界什么人陪伴你最久？你安尼记我，唔知影我未晓记所语啦，你有打工没有？啊？主耶稣哦，这个答案哦，101分。但是我需要的答案不是101分，只要100分就好。还有呢，我怎样想的是，我早地的现在地的将来，因为地的无根无基嘛，所以你的答案完完全全的100%以上的101分呐、啊，安尼有好无？很好，就是我所需要是只100分就好。老公对不对？啊，真好，可能是你家己个的老家己个老公吼、哦，生活的很浪漫，很恩恩爱爱美满的生活，所以你也感觉讲老公啦，总是个人认为自己世间有寡妇无？有无？有安尼老安尼安就感觉老公陪伴咱上久。哦，这样子的姊妹，我你叫啥？你请问啥物？请问芳名？啊？谢阿贤，谢阿贤，谢。哦，谢阿贤，谢阿贤。哦，谢阿贤哈，好嘞，伊记伊家己是啦，这是一个八分聪明的一个引导。咱到这个世间是咱家己本身陪伴你上久啊。虽然你陪伴你上久，因为咱话讲讲，老公啊是老公陪伴我上久，陪我太太陪伴我上久，陪我陪我，甚至我打到我的小狗啦。我的姊妹，是你自己本身陪伴你上久的，所以当咱自己本身陪伴咱上久，咱踮这个世间，有当时啊，咱的生命，咱会经验有迄种很低潮的日子，对不对？伫你的生命经验在迄个真低调的时阵，迄阵你会沮丧，迄阵你会感觉真痛苦，迄阵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五万人的答案的就是盼不来人家给我安慰。关于姊妹确实真那虽然到这边呢爱懂得那条路爱怎样呢爱怎样懂得爱怎样来听受你自己本身啊爱比自己好一些。所以主要说到，大声讲，咱来去旷野所在休困一百步啊！就是你大声讲，你爱人照顾你自己。恁咱大家无用气气，大声去传道，你倒来连时间通食饭，甲休困都无时阵，然后要大声了解，爱人听受自己。所以讲，咱来去旷野所在休困一百步。各位姊妹，恁会晓听照顾自己未？会未？会未？我问到第三，他敢甲我应啦，表示讲咱吼实在无啥会当照顾家己啊。我来讲一个故事吼，伫中国一个帝国叫做明帝国，咱讲叫做明朝，实际上迄是一个帝国，人迄拢建立一个国家，安尼国民党，伊基本上讲迄是伊个朝廷而已，一个朝代而已，所以迄是一个帝国，明帝国。明帝国有一个学者叫做陆贾，啊，这个陆贾咧，伊写一本册叫做《爱子何故》。这本册中间伊写到的一个人，写到这个爱子，啊，这个爱子有一摆，伊家己分心，啊，伫迄个讲吼巴陵岛上安尼风尘仆仆，啊，艳阳高照，啊，家己一个人行路，啊，行到迄个日落大顺，直到汗流满面，啊，特别喘，啊，行到安尼迄个饥肠辘辘，安尼，我都等啊，安尼。感觉真有趣，看见头前一排柳树，哇，伊足欢喜的，伊就说啊，安尼遮尔那树，遮尔摇曳，啊，伫迄个柳树下，摇摇摇。
不怕从等于钓到迄个柳州开始，等于看见一个跳骨的老人啊，拿一个棒子棒，啊，一定在先提个柳州卡啊，底下过咧提下咧提下咧提下烧。等阿祖行过去了后，有一个人听见一个声，我开无来，这个啊，你听无？这个啊，你哪个啊？阿祖讲哎。这个人，那咱听见一个回过来的声音，大公民民歌啊，阿祖公，阿就跟咱一个跳过老阿伯啦，听咧，阿一个跳过老阿伯，阿祖阿咱一个甲看过来，一个面哦全水高啦，阿你嗲嗲嗲嗲嗲，阿嗲嗲阿俩竖低吼，那个长着阿高大诶，一个阿咧裤衩裤衩样咧，阿咧白卡咧白包裤，阿规身骨咁快了无生气，阿怎无话题，阿就想讲，阿这个人民民歌啊。啊，这个啊，那对起上来乌骂骂，啊，个安尼，乌拉散啊，背包骨，啊，不要冲掉，不冲去。这个啊，那是对起上手所捏出来，哎呦，安尼啊，特别来讲嘛，感觉讲袂落去，感觉会讲得顺。我说爱主就甲问讲，姚先生，你怕咩事？啊，无你先闹讲话，那有亏无来？伊讲先生啊，我呐。哇，你拢唔知影哦，我伫早透早起来吼，啊做只歌啊吼，啊做了时阵吼，啊袂弹出来袂，啊已经惊唔知偌济落去啊，惊到这个时阵，大家已经安尼无地步啊，感觉啊真惊心，啊唔知伫这个所在烧偌久，我哪有话变呢？你讲，啊你讲，哪会只讲蛮多妖？啊！你说你要摕你个果啊来，对，哪下来？这果啊，你摕出来来个吃吃嘞？啊！你对腰啊，你都肌肉啊，你都亏来了。哎呦，先生啊，你唔知影哦，我只果啊，我偷偷起来做是要卖钱的呢。怪你姊妹，好，爱做听落去搞得真生气。你目睭个腰已经无肌肉，已经无亏啦。你讲只个果啊是要卖钱的，啊！你卖钱要做啥？啊！你个钱嘛是去啊去人买物件，去一碗粿买肉粽来好食。啊！你有钱无命是要做啥？所以爱主听了真受气时，伊讲一句话，那真受气哦！啊，讲一句话时，人家对户口开三个嘴，然后呸呸呸，安尼甲讲，我安怎讲？不性命之情以求利，卖是非之失以交悔，贪必消炎，贪必个贪先贪利弊啦，你贪必消炎，技术不改啊！啊！你今日腰杆特别死去啊！啊！佮讲卖物件要赚钱，你是贪。那个 BP 的消炎的，他们死了，那个没钱哦。我的姊妹，今天有这个人哦，今天实在真可怜啦。咱的社会真了有这个人，啊，实在是社会大环境哦，越大越来安尼，所以有真侪人去工作，工作中间到底安怎？猝死。对，猝死，无烟无端。那你说，不，因为以前啊，就是这样的啊，希望为了猝死的案例哦。真要有啊！我你现在这个是爱，这个是爱上爱情不爱命啦。耶稣甲学生讲，咱来去空间所在休困一晚，休息一会儿。伊英文迄个休息，伊迄个原点的休息，迄个休息吼，有两句，有迄个叫再创造、再生产，搁再创造、再生产的意思哦，休困。就是为了再创造、再生上的艺术，所以咱的灵魂哦，就是要去再重新创造，要去再重新生产，要去再行较远的路，要去再负担更加要紧的迄个职责，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灵魂。一个人若干只有工作无灵魂，啊，只有工作啊无时间通去上帝，无来这个所在礼拜，伊会叫做啥？灵性的孤儿，灵性的孤子，并且在无别无灵性的父母啦，这是灵性的孤子。一个人若干只有工作，无时间通无家庭，伊会失了家庭的温暖。所以各位的姊妹，咱爱好好来照顾家己，好好来疼惜家己，这样好不好？好。对，会记住咯。啊，今天还两个人叫我搞起来，但是搞起来，是你知道吗？知道了吗？
来第一项，第一项就是耶稣甲学生讲句话，等迄个黄昏的时阵，迄学生来甲耶稣讲：“老师，这是旷野，啊是台北流山，咱个四川正人，我应该去四周的牛肉食，还是别食？”耶稣讲：“恁互因食，恁互因食。”学生讲：“啊，总共阮就两百蚊啊，啊两百蚊啊，来你互食人食，啊嘛食无够啊。”啊！今年的耶稣那就是无一个建立起个经济观念来讲，恁会吃？可怜的姊妹，总是一家耶稣要提醒学生，当恁要照顾家己的迄个时阵，咱爱以外会晓去想的来照顾。在学生的看法，还去四周的牛虾来家己买吃？啊，我两百块那么毛，我这个价格高啊！所以在学生的看法，在学生的想法。这是一大问题啊！这是应该家己管的，因的困难，啊，因的欠费，因的问题，应该家己本身去解决。总是，耶稣看不到。接下来，跟咱说个智慧啊！啊，因从规年规日来跟咱说个智慧啊！因的困难，因的问题，因无当讲，咱爱替因解决。因的困难就是咱的困难，咱爱来替因解决。因的问题就是咱的问题，咱来替因解决。我今日有一个。一句话，咱当然做错别哦。咱华语讲，你们、我们、他们，对不对？啊，那啊，恁呐，啊，我们是，我呐，吼，啊，他们就是因呐，吼，对不对？啊，咱台湾吼，讲个较贴切，恁兜、因兜、阮兜、甲咱兜，安尼咱都听过啦，吼。咱来当然讲个，咱都随，一点讲个真嘞，恁兜、因兜、阮兜、甲咱兜。你要对一刀，你管你要对一刀，难刀，我管你做丢了，阿家做变做牛啦，难刀，丢啊，零刀、银刀、弯刀，阿个难刀，我来跟你讲，这是弯刀的代志，跟你都无关系。阿阿嘿，你哪里打工代志？阿嘿，刀代志，我跟你解决。阿你，我无关系。啊，那领导的代志，你讲工作代志要做啥？领导的代志，你讲你解决，咁嘛跟我无关系。啊，那这领导的代志，哦，咱到了帮再来啊。所以主要说起到就是要跟学生讲，因无通吃，迄不是因他的代志，那是领导的代志。所以这个困难，咱来提去解决啦。关你姊妹，今年一个有听什么信息的教会，就是爱咱有这种的这个思维，这是领导的代志。所以第二日。咱教咱英国教的，无论两百个、三百个、四百个，来进步到五百个，来你礼拜的时阵，咱有哪有种观念？咱有这种的，那是难道的代志，这种的观念。一个兄弟姊妹又是就多的进步，这种的代志的时阵呢，这是难道的代志。大家三个共同底下来到三江，我感受的是英国教来的，你在做礼拜的，你叫温馨，你叫温暖，你叫家庭气氛，你叫家庭气氛。所以，我的姊妹，咱是不是当在建一个真爱运动？阿你明白几岁？真爱运动。所以今天我讲话，你听有无？真爱运动，你刚开始这个。会当做两种解释，真的听吼，真爱的运动，对不对？对不对？哎，阿达唔介意，真爱运动是真的听运动啊，好不好？好。对啊，咱来定义一种，发展一种的真爱运动，任何阿弟真的引导什么种代志，一个人什么种代志，这难道的代志？那你？发起这种运动，啊，大家来三角互相体贴，啊，大家来三角互相关心，我来感受着这种运动的下面，咱感受着教会内面一个大家庭的一种温暖，这个是真爱运动。总是有这项哦，这说关于哦，我不爱运动的，不爱运动的，我不爱运动，啊，不爱运动的，你就不要照顾家己，啊，不要照顾家己身体就袂健康。啊，身体未健康，就快死未老，对不对？
所以这个运动我感觉真有意义，因为咱讲爱，伊人就讲家己，所以你爱真，你爱你爱两个，我真爱运动。啊，第二点讲，别人的代志当作咱家己代志，咱真，咱就运动，真爱运动，真的爱的运动，大家三脚步，安尼一点一步，你放假公司考是怎个呀？个人机会，将别人的代志当作咱家己温馨的代志。咱就会当因此一个地面上的天堂，地面上的爱天堂。咱在这里出去，咱在这里生活，咱家的活动，咱会当感受到一种天堂的氛围。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你甲学生讲的一个意义，恁互因吃一个意义。所以冒出来，法利赛人甲耶稣讲两句话。上帝国什么时阵会临到？上帝国什么时阵会临到？罗马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法利赛人大家说问讲，上帝国几时会临到？耶稣告诉我讲，上帝国在恁中间啊。上帝国在恁中间，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讲，上帝国你唔通大家笑笑讲，迄个叫遥远的迄个上帝国。上帝国今日就是伫恁中间，就是你家己本身能够掌握、你当把握的迄个范围内面。伫这个时阵，上帝国可以当领导，你家己本身当去掌握。所以，当咱啊种用建立一种这是难道代志的这种思维，迄个时阵，上帝国已经伫咱中间。所以，咱应该教会咱的姊妹，咱来用自己上帝国的这个外家庭的这个。温暖的气氛，所以耶稣讲念佛吃。佮唔是讲伫咱的教会内面，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咱是毋是有缘会当讲营造一个地面上上帝国这样的氛围？你的生活真在快乐，你才会幸福。你到下班，你后午看佛，你去打坐，下班了，我咪等下，因为我等下我的家庭是天堂，我的家庭是天堂。啊！你若无法度通营造迄个家庭的一种的乐园的氛围时阵呢，啊，家庭只因每三遍、三日一摆世界大战，恁哈第一下咧，啊，下班了无乖回去，无管囡仔到外面打球，无管囡仔要去玩卡，啊，无管囡仔要去打电动玩具，所以过去的几年，好好来营造，相对国的咱的中间，家庭一种乐园的氛围。教会就是一种天堂的氛围，大家来三听三听。最后，咱拄则说他的圣经，我愿我以这个信仰，咱大家拢做熟。过年前面，这个我愿能我以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疼心感动的一个信仰。耶稣哪参着今仔日牧师书嘞？今仔日牧师书吼，安尼几条。就给他贴贴，安尼压嘞压嘞吼，安尼光嘞爱一个馒头造出来，光嘞一个馒头造出来，光嘞一个馒头造出来。啊，我变两块衣装都要光卖掉。你那像耶稣他们刚才讲，我变两块衣来吃过清淡，啊，搁扣十二天的税啦。感谢安尼，耶稣感谢哪餐就安尼，第二种我变两块衣变变到足济，变到甲大拢食袂了，啊，搁扣十二人嘛。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啦？是啦，啊？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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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段的圣经，伫别所在是安怎咧记载？安对照起来，咱才有法度通去了解到迄个圣经内面所写迄个真实的意义是啥。当耶稣甲学生讲，恁互因食，学生讲，阮总无用我用两块银啊，啊来买饼，妈妈食不到。耶稣讲，阿无恁有啥？伊讲，叫我饼无伊。总是咱两个读圣经，甲对照旁边圣经，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
水果一定要两尾鱼，不是学生的。水果一定要两尾鱼，是一个囡仔的，一个囡仔提来奉献的。啊，这个囡仔提来，学生学生提来搞厕所。好，咱只有一个问题，当这个囡仔。甲遐个大人五行三甲走，争先恐后来到伊家己厉害对面花的时阵，伊的老母会晓互伊带这个五行为伊做干粮，因为犹太地迄个所在嘛，拢用起来，迄个鱼皮、鱼锅啊，大尾鱼锅啊，啊甲迄个鱼干面，用迄个做干粮来做饭。迄个囡仔会晓带时阵，其他大人会晓带袂？会袂？不会啊，会会不会两个字会会怎么讲对吧会跟不会有人听得清楚明白你看来反弹好你来说会啊不会啊我就听得清楚了会怎么讲对吧一旦传到会怎么讲总是等到你那个家庭的时候我有人有当时他脑子好他聪明他高兴你管他给出来叫因为人家无通吃，无通过大人无通吃哦。我敢吃嘛，大人嘛靠个见小心嘛，歹势咧，唔敢就起家己吃。哦，所以大人有这个考虑。所以这大人因遐干粮哦，拢是因的爹来对。我做这个囡仔当耶稣甲学生的对话的时阵，这个囡仔刷出来讲，我叫我不敢对你，学生。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提我变两尾鱼起来宣告、起来祈祷、接下的时阵呢，伊阿遐大人拢在看，拢在看。咱大家拢自私顾家己，这是阮家的代志啊。人迄个囡仔讲，这咱家的代志呢，所以迄个囡仔就做到耶稣咧。所以耶稣提我变两尾鱼，不仅接下时阵呢。怕破着遐大人的自私啦，怕破着遐大人的自私啦，所以遐大人，当耶稣开始咧分的时候，遐大人，伊原大家拢提起来，甲边个人相佮分享，啊，食一定食无够，食一定食无够的，啊，若食无够咧，或者食无够，互耶稣不接，所以只有两个信仰，一个信仰就是爱心的感动。听心的感动，迄个囡仔献出伊有限的五饼两尾鱼来感动，也大人拍破因的自私，也大人大家拢还是那是将因家己做来命，提出来跟人分享，这是爱心的感动。总是嘛食无够啊，啊食无够的时阵呢，主要说基督在用伊的能力，用伊的观点啊，用伊的主啊，是较配合来将这个信仰食无够，我尽快来补救。所以讲说，伊完用迄五饼两尾鱼，对哦。正来吃，所以这有两个信仰，而这两个信仰中间，嘛你甲咱讲起长久了变成代志，这是咱家的代志，不是因家的代志，嘛不是因家的代志，这是咱家的代志。咱个三个共同伫这个所在来解决这个食无够的困难。啊，甚至你阿叔嘛，你才来见证。今仔日恁大家用五行三甲走，你才来找我，你讲才来正来见证，讲我是非常。世间人的救赎，最后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阿咧，结束咱今仔日的礼拜。天主教有一个足出名的修女，叫诺贝尔奖，什么人？德蕾莎。咱们台湾有一个德蕾莎，啊，可能我来讲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德蕾莎哦，伊得了和平诺贝尔和平奖，哎，一摆，伊这个瓜地马拉的所在，有一个德蕾莎的工作站、工作站。啊！有一摆，伊一个瓜地马拉要坐飞机去到墨西哥，啊，瓜地马拉工作站的主任规划这个德蕾莎坐飞机要去墨西哥，啊，这个主任叫做包，啊，伊两人坐的飞机顶，咱啊，上头咧坐飞机，两架飞机拢会分餐点给人吃。特别来到集中到的时阵吼，到集中到时，拢会分，迄个分到时阵，拢会分出来中到同人食。等出来咧分到这个德蕾莎的面前的时阵，德蕾莎讲：“小姐，请问你这中餐是等？”
安尼坐偌济嘛？因为去因迄个所在想法会较狭，伊讲可能我无啥知影，可能一份中餐差不多已经一箍啦。啊，对你先讲，安尼好无？我卖食，啊你一箍好无？啊我一顿我唔食，啊你一箍好无？啊一箍唔是我要卖，我要将这一箍的美金吼，甲摕去墨西哥的贫民窟来分互遐的所有人。你讲不是就做搞一条，我昨天咪拄着这种话，我唔敢食两大顿，我讲我得个一箍，一箍可以。我昨天都唔好有这个代志啊，你今天袂使食啦。我无甲你食，安尼就我已经无我安尼敢袂使，因为我无甲你问我的机长、机长，伊昨天问机长，啊机长甲讲，那是到你三安尼个无紧，你一箍可以，你银行借我紧，怎提可以？一箍甲提，一箍已经提到袂使。伊个边仔坐啥物人？伊个边仔坐伫迄个伊，我伫马来甘肃装包裹，我无装包人嘞，装包人看到你啥唔食诶？我一个查甫人，看伊边仔，坐到伊边仔，我来好食，即个中岛顿的便当，煞包无白干。可能小姐讲，诶，小姐阿哥，我无人卖食，阿我迄一箍你拿去到你啥？哇，可能小姐讲，我好啦，既然你约个讲会使哦，诶，两个讲，每天对两个条诶。头前一对阿公婆听见后壁都袂使甲我无咧对话时阵咧，做起来讲阿小姐，阿无我慢慢食，阿我两箍甲摕落来送。啊，边伊就讲，阿是边个人一日听一日拖去，啊边个人煞变拢一日休，伊就讲阿无我慢慢食，阿我咧。煞我大家拢讲伊唔食，哎，可能小姐讲大家拢唔食，啊到底是几个人唔食？伊怎啊食去头前？麦克摕起来讲，啊，到你生日一只吼，啊那那说明一下，啊，恁这一份一块，啊恁若唔食的人吼，一块我拢夹起，到你生日，到你生日，我咪将只钱摕去银行洗到会变贵，会遐说明啦。啊，无恁若唔食，请恁举手。啊，大家拢举手起来。我无一边个人到你生日讲，那看起来拢来拢唔食呢，我夹起来给你算下几个，伊怎啊徛起来，我做水货店收身高费就来到你生日，哎，我来说，拢总有一百二十九个。中华业一摆出来搞个美金单摕到雷沙，到飞机到伫迄个到墨西哥单飞机条飞入去休困的时阵，大家落飞机啊，到雷沙啊，我讲，你去甲我退，讲咧一摆出来搞个便当我咧买。我无讲，那恁一摆出来搞个便当，你一定一摆出来搞破货哩啊，你要去改错？伊讲啊，无迄一摆出来搞个，一摆出来搞个便当，伊免摕去对伊。嘛是无当伊啊！啊，你讲我这爱讲，我要摕来互客，要摕来互遐平民贵客，遐平民食。平阿懵嘞，我无怎去回迄个航空公司的办公室，真欢喜了。啊，我甲你讲，一班一个告别都要送人。罗丽双大英讲，伊去甲我收我一台，伊就讲收回家，收用拿回来。哟，哎，这不是咱岛呢，这是墨西哥呢。伊讲阿伯。一摆一个到便当，你敢我有法？我无单边啊，往个过去伫个办公室，五分钟后，德雷莎甲包坐着迄台航空公司所提供的小货车，再去爱便当，墨西哥的宾馆，就分到遐送去啦。过年真美，所以听心，这个是一个听心的感动。所以德雷莎后来讲一句话啦，伊讲当你若有听心的行动的时阵，你要做任何一项，代志拢真简单。怪你真坏，所以你迄两个变两位哦，有两个信仰，一个就是听心的感动，大家有物件摕过来参加分享，安尼用出一个变文章，变动变位。个人或者，咱每个去食好高时阵，咱了解有一个可能挖课会主耶稣基督，伊会帮助你，甲你信化，你所做无到的迄个时阵，伊要行出信仰来甲咱帮助。怪你真坏。咱来建立一个听心的信心，咱来往到位教会啊！咱来建立一个有听心的信心，一个人进来，伊就袂去出去。咱来建立一个有听心的信心，好咱来往到位，才做一个有家庭气氛的一个教会。什么叫做家庭气氛？就是温暖，温暖。所以，晚上百姓就咱大家来帮助咱大家。咱来建立一个听心的信心的教会，好咱往到位，才做对的一个路。也建立一个咱的家庭生活，以外就是点这么快点了。关注叫咱大家，咱三个人去得。
主要是要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分给你的心法不管参一管在我礼拜时我们所念的我们所个别的我们尽心尽心这个经历来听上帝听到自己的记忆我们记得我们主要所念的心法